今日下午 ，IPSA 线下新品发布会现场，周深一身纯白西装造型现身在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。回国后的第一个现场活动，状态超好，元气满满和活力满满。周深现场还清唱一段《小美满》，现场的网友好幸福，都说清唱好好听，不愧是周深。周深跟 IPSA 合作第四个年头了，主持人问的问题他也是对答如流，对产品也是很了解。这样的代言人真的很给力。你看小狗在叫声，一二三，你看小狗在叫声，也会小风声在呢喃，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。只要一觉醒来，充满洒满阳光的温暖，不去想，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。现场人山人海，人气好高，二楼站满了粉丝，还看到了很多横幅，看来生米站的比较多。周深出场从七楼乘电梯下来，就有种从天而降的感觉，看见新鲜的周深了，小小一只好可爱，一出场跟每个方向都打招呼，还用了上海话跟大家问好。还说到演唱会，问现场有没有抢到票，现场一片哗然。这场活动结束后，还有专访聊到了二专发行时，刚好在录制跑男自己的紧张心情。不过被问到巡演的后续时间地点时，周深又卖起了关子，只能慢慢等待解锁了。和老朋友们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吗？我觉得我们兄弟团的明显就是越来越熟，所以在录制过程当中有很多好笑的事情，也有很多很惊喜的事情，或者很多很纠结的事情。而且这一季奔跑吧，又感觉不一样，就那个不一样，我也不能说太多，要不然就剧透了。就感觉录制完跟前面我录制几季的奔跑吧，就觉得这一季是这么玩的吗？当时在看他的第一个我们奔跑吧的海报的时候，在想这一季该怎么玩。录完前两期我觉得很神奇，很考验，很折磨，感觉录完之后我碎了，这是我最大的感觉。那到底为什么碎了？碎成几块呢？我们到时候奔跑吧你看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聊到这一季奔跑吧的录制，周深咬牙切齿地表示，录完前两季奔跑吧感觉很神奇，很考验，很折磨，感觉录完之后自己都快碎了。至于到底为什么，周深让大家看节目，哈哈。虽然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让周深感觉自己碎了，但是大家都知道周深勇闯舞坛，周深又跳舞了。在24日，周深微博、奔跑吧、浙江卫视等官微发布的《奔跑吧12》的宣传片中，周深在拆快递开心溢于言表，直接勇闯舞台大跳舞蹈。周深工作室更是直接发布了周深在奔跑吧练习跳舞的花絮，再加上前几日预告片和花絮里一些跳舞片段，还有刚刚发布的《王者荣耀2024五五朋友节》，五五朋友节主题曲《奇迹时刻》真人版 MV 里面的唱跳，小编有理由怀疑周深今年不仅进了联合国，还要晋级舞坛，更会在演唱会上跳很多的舞蹈。说到演唱会，就要说马上来到的太湖湾音乐节。王者荣耀透露，太湖湾音乐节将拥有新歌《奇迹时刻》的首个 live， 并且将会抽奖送出2张5月3号的票，送抽到的网友去看周深首个《奇迹时刻》的唱跳舞台。一时不知道是王者荣耀赢麻了，还是太湖湾音乐节赢麻了，还是能去音乐节的米子们赢麻了。反正这舞台周深是闯进去了，又能看周深跳舞了。
最后提一下，今天上午9:29，时尚 Cosmo 五月刊封面上线，周深空降顶级时尚杂志五大刊之一，还是登峰，除了牛也没法形容了。先请取盛龙和大家见面前，你说自己紧张到睡不着，嗯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？这可是我啊，准备了7年的专辑，不可能不开心，不可能不紧张，所以当时就一直。我这个人，我睡眠其实挺好的，但是就每次都会在非常重要的事情上，就会觉得啊，无论怎么样，躺在床上都睡不着。在发蜃楼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在录制节目，所以当时所有的心情都非常的激动和复杂。我觉得具体的大家可以跟踪一下我的那个节目的讯息，大家就会知道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，或者在那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。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意义很重大的时刻，很多很美妙的时刻都在那一下发生了。这首歌有关执念的诉说，对，然后得到了很多歌迷朋友们的共鸣。嗯，然后在音乐方面有什么自己的执念吗？我觉得这首歌，因为我们的 MV 是在我的生米们、歌迷们他们二创之后去发行的，所以反而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，就是我们发现大家对歌词，因为一个怎么说，一个歌手发一首歌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嘛，每个人对一个歌词不同理解，但是我发现我跟生米有很多他们的共同点，而且他们真的明白我在歌里面表达的是什么，这是我很意外之喜的事，就感觉找到了很多有共同点的有缘人一起去听一首歌。然后我们的理念想的是，每个人的执念都会给自己像是造了一栋蜃楼一样，就很多时候有的人的执念会让他支持很久去坚持做一件事情，但有的人执念可能会把他困在一个比较不好的情绪里面，所以我们也想去问问大家，哎，你们的执念是什么？那我的执念是什么呢？之前可能不太有执念，但现在可能就想一直留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，而且这是一个比较，对我来说会比较正面的一个执念，我觉得它会促进我去变得可能相对来说越来越自信，然后相对来说越来越愿意表达自己，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吧。我觉得我们这张专辑每个人应该可以在12首歌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碎片。之前公布了自己出道10周年巡演的一个海报，歌迷们都很兴奋，有没有多一些信息可以透露，比如说巡演的城市或者曲目？不可以。我觉得大家多多就是关注一下我。我们的城市慢慢会，就是在之前就有许一个愿，就希望自己可以去更加的努力，然后去到大家的门口给大家唱歌，当然不是字面上的门口，就希望可以去到大家的城市跟大家见面。然后昨天也刚刚是我们第一场开票的时间，怎么说呢，我自己都在掐着点，觉得很紧张，然后就也收到了很多朋友们没有抢到票的信息，就希望大家不要不开心，然后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见面，我也会还是像之前说的去继续努力，可以去到，希望可以去到你的城市去看你，对，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相遇，而也希望我们在相遇之前都好好的保持好自己的状态，然后我们更好的相遇。